这剪纸风海报也太好看了，教教我呗。意思意思，简单，教你。首先复制一层，用钢笔工具随意画一个图形， Ctrl 加回车建立选区， Delete 删除图层内容，然后双击图层添加投影， Ctrl 加勾复制一层， Ctrl 加 T 旋转放大， Ctrl 加 Shift 加 Alt 加 T 快速复制几个，接着挑选一个好看的色卡，给每个图层添加颜色，最后再加入一些小元素，就完成啦。赶紧点赞关注。